为了加速国姓乡都市化，国姓乡公所启动第一公募迁葬工作。为了祈求迁葬作业顺利，国姓乡公所国姓乡民代表会伫第一公募举办盛大的祈福发挥。原本220道的奖品，伫乡亲的支持下，增加到334道，场面是隆重够闹热。目前国姓乡公所已经完成乡级的都市计划第八变更，为了要祈求迁葬的作业顺利。国姓乡公所各姓乡民代表会在第一公望举办盛大的祈福法会。那法会我们今天我们有、就是各村都有响应、有三清宫、护国宫，还有三个村国庆村、石门村、还有大吉村，总共有331张的普渡 的贡品。为了要协助都市计划推动，各姓乡民代表会非常支持公所的迁葬作业，以利后续规划环保园区。咱国姓乡吼，这第一公望今仔日即迁建的发挥吼，啊，今仔办啊，就是讲要互遮个迁建遮个先民吼，啊，有一个较好个所在安顿啦吼。啊，佮再来的时阵呢，就是要配合迁建了是后壁后续，就是要配合国姓乡的即都市计划吼，啊，要做伫遮啦吼。迁葬作业的期间将到明年的8月15日为止。各姓乡公所还有乡亲把握机会申请补偿。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前期的那个查估调查作业哈。那12月6日开始到明年的8月15日这段时间，我们受理补偿费跟救济金的申请。那陆陆续续迁葬完成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规划这块土地的活化跟利用。就是说，在这个期间里面办理迁葬的，我们有编列1600万，来，这个金额是南投县里面算是最高的一个金额。我们也在这边呼吁我们国姓乡的乡亲，有在第一公墓哈，也有祖先在这边哈埋葬了，要一定要运用这段时间来办理迁葬。为了要加速各县乡都市化，提升当地居民的居住生活品质。相信环保园区的计划案将带动各县乡整体的都市发展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